第一次。我就问各位有没有准备好了？有！加油粉继续这个兄弟一起来，中信兄弟，中信兄弟绿叶剑。朱玉贤生涯对战吕彦青，十一打席三安打，打率.333。安球！有两次遭到三振，也获得了过两个四坏球保送。一好球没有坏球，吕彦青的投球。朱棒击成界外，界外球。这个时候知道要喊什么了哈，三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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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滑球，朱玄选的，这个滑球很外角。好，来各位，我们再一次一起来，三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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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朱玉贤喊了一个暂停。几率90%以上是。朱玉贤的打击，都叫外角了。我打，变化球拉回来，形成界外。朱玉贤这个打击没有让兄弟太轻松，缠破了即将要第七颗球了，是。好事总是多忙啊！一起来，